是交的梦里遇到的荆棘才能去最要的真理，还是穿着大战让人溃散，你伸出的双手让世界伪装，像我那么倔强也和我用笑容接受每个奖赏，We're gonna make it.
I'm not afraid to
你又被后悔和美景分离，向前飞，就算会很累。
就很靠近阳光。许下每一天你的愿望，我一天是否总能听我的话，哪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
聊天截图带到了现场，来，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啊！邓总，哎呀，第一张，这个是我们 A+N 建群的第一天。我们这上面说的是 A+N 兄弟们，这是我们十一人群，然后周慧宇把这个群名改成了怪人群。为什么要取？我们是一个 A+N 群。把这背关的好一点。麦近一点。因为我们提早刚团的时候有在想你的曲，对，当时说 Insider 喜欢，我们有想过其他叫你们万人哦，对，但后来我们还是选了 Insider 的名字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给我们自己用。哦，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这是我们第一个 A+N 的初舞台的排练之后的一个故事。对，然后呢 AK 就是针对我们在现场表演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啊，他特别谦虚，也特别给力。你看看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更好奇这个变速喷雾可不可以给我一支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下一张下一张，我们看下一张。哎，这个是的。哦、oh, ，对对对对 ，AK， 你来讲一讲这是什么意思吧？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聊那个《疯狂野》那首歌嘛。然后当时大家听到 demo 的时候，不是说就是觉得不行吗？然后当时我跟远哥，他有两个 dance break， 对，他有两个。对，然后我就算了一下，就是觉得均衡下来还能集中在一个 dance break 比较好。那天好的，我是凌晨最多去的。好，那下一局往下说。就两个 dance break， 想接下来，对，是，啊，这是我和 AK 在探讨这个音乐的细节，对，当然当时在和他说要不要走，还是的，可以，好像这个节奏是用他手机截的吗？我看好像不是他，是，还没看出来吗？哦，对啊，可以，那我们看第三张，好。这个是，哎，怎么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的经纪人的感觉？这个是你刘允和又跟我都知道，这个是我们每天群里面最常说的话。对，这上面说的是，他在说 A 加有谁在吗 ？A 加，就是那种语法还没有好。我们要出发了，然后远哥就是一个一个艾特别人，然后就问大家有没有在宿舍自己走，那家人就自己走的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一贯最日常的一个聊天，每天早上都会是这样的情况。对，这天是我过生日，对，一月八号家人生日，对，祝你那天生日快乐。下一张。这一张我最喜欢这一张，这个 A 加的哪一天是吧？哪一天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小九他拍了 AK 的一个这张照片，对，挺帅的，这个亮点在他的小这个大拇指上，你们看这样子，大拇指上不是比赛动画片很好看，他为什么他的脚是这样？他在这样，他的脚就是有点花花那个有点变化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觉得他阴冷？啊，因为这个光线是吗？因为那天是这样子啊，那一天我在吃饭的啊，我在吃那个饭，然后我就又转过去，哎，为什么这些灯没开呢？啊，我就转过去，本来打算要开个灯，啊，就是转过去。有一个灯，哎，所以你的那个手在支架，其实是你平时的骨架是吗？啊，是。
哦，觉得很有意思。对，因为那天平常在客厅里看电视，他不爱开灯，然后我们经常上来就不一下，对，一下下来，对。好想看我说的是啥，下面。好，那我给你往下拉一下。往下拉，往下拉一下，拉不了。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我看下一张。哦，这个是2月22号，最近的人他在拍戏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家知道这个是几月？是的，我们服装音乐节，家园是当天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排练啊，上次谢谢，对对对，很厉害。然后我们就很担心家园能不能完成这一个演出啊，就在群里一直督促他。当时有特别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带了一个很长的头套，然后补光了一个场地。然后那个四周，因为那个气氛没有我嘛，然后我在那个空地上，我穿古装的衣服就在这儿。录下来了。就是这个，大家也看到了今天的重点上了。来，我们给他上一套古装。好的。但是家园很棒，他很好的完成了当天的演出，值得鼓励。OK， 那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这么多有趣的故事。但是这是我们一段的演唱会，对不对？Fight on the night, dancing in the night. We try to
Oh,
喜欢喜欢你最可爱的菜，光是缘分。
Cruise.